非其中艺术网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这次活动地点是在长荣桂冠酒店台中来进行这次 T-ART 的活动。其实我们这一次第2届台中艺术博览会呢，总共我们邀约了来自海内外有47家的这个展商，大范围的参与跟动员，也带来了更多的藏家跟丰富的交流资源。那我想在这里要先感谢他们。 各位非池中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和美术的洪小雅。这次我们的 T-ART 算是第2届，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借由这样的活动，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台中地区的一些画廊。然后就是这次我们非常主推的这个艺术家呢，就是刘哲荣，他的作品都是用一种很可爱的方式来表现，但是他在探讨都是关于社会环境的这个议题，把这种比较严肃的话题，但是用这种可爱的这种外观。 幽默的方式来呈现，这样子，所以是我们今年非常主推的这个艺术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画家吴佳琪。我一直都是以保育动物为题材出发，然后这次这个动物是宽尾凤蝶，就让人看了有一种生命力的感觉，在飞翔的那种效果。 我们德宏第一次来参加台中 T-ART 的饭店型博览会，这次呢带了欧洲的一些版画，还有一些就是最热门的草间弥生的版画，让民众多元性的一些接触。